还是得顾老二来呀，顾老二回来了啊。我看看上面都说的什么啊？进不弹幕吗？不动啊。现在观众们还是少点啊，咱多来点儿。嗨，有人捧我了，丽丽踢的不错。哎，就是哪位兄弟，我就喜欢人家捧我说我踢的不错。现在马上开始，现在虽说大比分没有改变了，可是那个也所有的选手也不会说会那个轻易的就是怠慢这种比赛，因为我们天津泰达天津队的每一位队员出来，如果是那个输球的情况下，心情都会非常的差，都好胜心都非常的强。现在有请是于师兄选择的尤文图斯，吴凡巴塞罗那，看一毛一顿，看看怎么样。阿宝真胖是吧？阿宝的确胖，阿宝是我们那个泰达电竞选手里最重量级的一名选手。因为上次我是没给上场，我没给阿宝解说，如果我给阿宝解说，阿宝这球就踢得更开了。看看于师送的这个移动 WiFi 你收起来是打的3-4-3，现在那个就是乌凡选手巴塞罗那打的是一个流畅阵型。梅西流畅阵型42啊，设置一踢踏踏反攻要员，看看小松。小松现在应该是也是第二次为天津泰达电竞队出场，第一场踢的是运气稍差，然后再加上也第一次出场，没有发挥出来他真正的实力。这次比赛，这场比赛应该他没有什么压力了，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看看于师兄会发挥出来他自己的东西吗？于师兄踢球是比较快的，进攻非常锐利，所以说大伙们可以看看，他是算一个攻势足球吧，他非常喜欢用伊瓜因、迪巴拉这两名队员。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别看于师兄是身材小，可是真的那个身材小，可是他这个就内心的这个挺强大的，也是在上一次的天津全国举办的全国实况比赛当中，那夺得了亚军，确实一个是相当有实力的选手。实况小酒仙啊，欢迎进来。大家多评论一下，有嘛问的就问问。对，看看跪到这个巴塞罗那的乌凡踢的怎么样，他肯定会全力以赴为跪到代表队拿下一分。现在传方马上比赛要开始，大家们就是多发点弹幕，有什么想说的嘛，咱就聊聊啊。可怕，现在交给迪巴拉，看看小松现在开始就要攻起来了。
那就跟插了电门似的，一开球直接就往上冲起来了。这个于石松这名选手就是插了电门，一到了对方的半场的时候，他就插了电门了往前冲，知道吗？这个小子冲劲儿比较大。就是现在于石松来说是干嘛？比赛经验稍有不足啊，对的。好球，看看小松，啪啪啪，开始了，哎，这就是小松的特色，就是啪啪啪快。你跟我比手速，我比你岁数小，我手速快，哎。好，好球断的，杜亚雷斯交给梅西，梅西，哦，梅西好快啊！这球一个漏球，惦记梅西直接的生吃，可是尤文图斯的后卫是相当的强啊。道格拉斯科斯塔一刮印，科斯塔就是这个俩人，就是无限的二过一，又是来啦，一刮印，这就是小宋的打法，就是这么快，就这么锐利，就早一刮印，就是抬腿就进。宝哥讲话，抬腿就进。这球现在1-0，小宋领先，取得了一个好的开局。梅西，登贝莱，那个。现在小松又来了，又跟擦了电门赛的往上冲，哎，这是小电门又来了，一通又死，一通二过一，我都不知道他传谁，可能他自个儿都不知道，就反正是嫩肚子是他，就一通瞎传呗，就来了，你看又来了吧，你看又来了吧，哎呦，好门，施韦斯特跟那个保力保城门不失啊，看看角球。比如松看看脚球有什么东西吗？哎呦，来了一个锁屏，看看花样有吗？哎呦，投球啊，好球，前场还能断下来吗？没有了，哦，还是前场给断下来了，好球，继续擦电门，通，好的，就是一通十擦，不知道传的谁。哎，走了，哎，对，好球，这个伊涅斯塔，伊涅，哎，好个技，技术非常娴熟，跟伊涅斯塔本人是一样，好球，哎呦，又是一个假踢啊，这假踢正好给马图伊迪回来断球的机会了，交给上面。哎呦，左路又是一通擦，你们可看好了，好球断的，还有来了，好，他就不下底呀、啊，一下底也不下，他就跟你楼梯儿，来了，马图一迪回传交给马尔基西奥，好球。好，皮克断下来打反击，反攻要员梅西，苏亚再往前踏，啊，就这样式的简单的打法是不可以不这么轻易能通过小松的防守的。好球，科斯塔，迪巴拉又来了，一通叉叉叉，一脚射门，他就是大家看那个这一通叉叉叉嘛，就是就这样式的抬腿就射门，就一刮眼射。来了，好球，一刮眼又是一脚，哎呦，门将可是两次神扑，已经是第三次神扑啊，看看角球，哦，来个三速角球，交给狗僧，狗僧过来又交给一刮眼，好球，哦，这球打高了，是后卫杰里尼撒在禁区里头，一脚打门打高了，巴塞罗那要调整一下了。好球，得送他们去。一刮印，好球，科斯塔，迪巴拉。啊，这球传球了，不想传这个的。其实，好球，这球摇了吧？一刮印，好球啊！看见了吗？小松现在在泰达电竞队
就是大比分3-0赢得比赛之后，大伙儿们就可以看见小松真正的实力了。来了，又是一刮眼，又是他可达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又跑一刮眼，抬腿就进，哎呦喂，坏了，就他就拿一刮眼射门啊。又来了，梅西交给苏牙，苏牙又交给梅西，又交给苏牙，就是来了，现在看看有没有招，哎，愣着打，看看有招吗？好、哦，又小白，小白能溜啊啊！马图一击过来，差点把腿给踹折了，裁判也不吹犯规。好球啊！又是一通叉叉叉啊！这回啊，闹半天是这种套路，先叉叉，后来再反断，再交给狗剩，狗剩小电门擦擦。好球，漂亮！又要早一刮印，转了半天，回来一下吧。科纳美，哎，科纳美怎么来？转悠了30多圈了，还是得找伊瓜因。转悠了30多圈，还是找伊瓜因，抬腿又进了。好嘛，于世松这是打开了呀。而贵的咱解说归解说，斗归斗，玩归玩来说，因为这已经整体的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，咱就是尽量的多开开玩笑嘛。这个于世松现在看看巴塞罗那，哎呀，巴塞罗那这个于世松这三中卫置两个前锋啊，其实挺好置的，然后有点克的意思。你看看，再加上中场那个传球什么的，你看没有点，没有第三个接应点，只能自个儿带。你这个对于温图斯这种就是防守来说，你得有多大的就是多高的就是过人技术，才能等你的后插上队员再过来。所以说这种阵型设置就已经输了。你看，就这两个人，只能交给他，把球又交给了尤文图斯，就这么简单。阵容设置就输在设置上，现在交给前面，后面人你得等他慢慢上来，对吧？你这就这两三个人，你肯定会让人家把球给断下来。可啥？人家现在打你反击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这于世松这球传给了，把球传给了孔奇，他因为有人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这个我们说了吗？他想传谁，他都不知道。电脑给他传到谁，他就是谁了。好球，这球伊涅斯塔啊，看看这个保利宁，苏牙，哎，这回上来了，这回人都上来了，哎，好球，打近角，苏牙，这回人都上来了。点多了，就对方就不好防了，是吧？好球！哎，你得打，你得对，你得迂回一下，你得让你的队员都起来，都上来。你的阵型，你不等你队员上来，你在进攻情况下，你不这么好打进去，又有空档了。看看这是干嘛的？这个下底吗？哎呦，一刮眼没直接射门，哎呀！这个所有的比赛现在可能射了六七脚七八脚门吧，全部都是一刮眼射。行，与那个小松今天整体发挥，从进攻到防守来说发挥都不错，打出了他自个儿平常的，就是平常的水平，太强了，是吧？
刚才突来个消息，比尔桑延告我詹姆斯压哨绝杀，太强了，告我就跟那个谁小松现在赛的太强了，又是一寡人，我看看他怎么办，好球，能，哎呀，不出了不，他就盯你找一寡人，看意思，一寡人没上来了，你怎么老找一寡人呢？不找一寡人，这球就把球传给了空气了。啊，回下门将稳当一下，对。好球来了，梅西，好球。行了，这个现在基本上就是进攻，你们也看见小松了，就是防守你们也看见小松了，防守就是这么 low， 进攻就是这么强。咱把球，小松又开始擦电门了，换个看看，大伙们去看看这个小松，他没有了伊瓜因他怎么进球，这个是一个，哎，他的伊瓜因下场了，看看他还有什么招。哦，怎么的，哦，挑俩人上来顶顶，好，看看迪巴拉，好嘛，你换了半天你又换回来了，还是迪巴拉来了，好嘛，交给杰里尼，看一下杰里尼多给中场一通叉叉叉来了，对，我都不知道传谁，走了，又来一脚，漂亮，他都不知道怎么传的，球又进了，好球，闹半天那个，啊，现在基本上就是咱现在说一个正事儿吧，就是基本上像这种比分的情况下，巴塞罗那的整体队员就算没有开的情感状态的情况下，这个他们整个的整体的跑动和接应拿球什么的都会就不好了，因为哎呦好，又是一个防守，漂亮的小松的防守啊，空气防守，好球，好，这个防守简直太漂亮了，空气防，这个是又缺点太明显了啊，又来了一个那个前锋抬脚就进，后面是就是，好，又来了，抬腿就进了，哎呦喂，没进了这回，坏，我是跟大家是开了玩笑逗了呢，可是那个嘛，那个，可是我感觉的，我把小松的优缺点都给你们暴露出来了。看哪，他又不知道传谁了啊！你看呢？哎，他又不知道传谁了，来了，我都看不知道，我真的，我都他小松传球，我真都摸不出来他传谁是吧？他是真的挺快的是吧？他得从啪啪啪，而且他反应特别快是吧？可是这场比赛你看他的防守连皮克都不管，不会拉人是吗？好球，也恭喜小松的这个尤文图斯，也是大比分的战胜了，出了一场大比分嘛，就是让大伙看着都非常的那个痛快。